复兴新生系列《细说本草》是由劲牌有限公司全力支持。蕭教授啊，我平時見嗰啲冰片咧係細細塊嘅啫，我今次真係大開眼界啦！咁大塊冰片，成塊冰咁樣啊，好晶瑩剔透，好靚啊！是啊，你看看，我給你打開來看一看啊，冰片冰片啊，真是像一塊冰一樣的，這個差不多一公斤重啊！精神為之一振啊！是啊，這個是馬上可以醒神。咁佢改個名改得好啱喎。有的是來源於樹，有的是來源於草，樹木啊。就是我们有一种樟树，还有一种树呢叫龙脑香树。有没有办法在其他的植物，比如草啊，这样去提炼出来啊，这样呢？我们古代也确确实实就用到了一种草，叫菊科植物艾纳香啊。这个冰片呀，就是从艾纳香的这个草里边提炼出来的，是海南岛热作两院的科学工作者，他们提炼出来以后，哎，他们就在把这款冰片呢献到我们的博物馆。用这个冰片呢，主要是用于开窍醒神啊，这是属于内服。另外呢，就是外用呢，也有一种消炎啊这个作用。嗱，呢個係我哋中醫藥嘅一個用途方法啦。西藥方面，佢哋有冇都用到冰片嘅咧？如果查一下中國的藥典，這個冰片既是作為中藥，也是作為西藥。我們現在醫學是中西相互融合，未來的醫學應該是一個醫學，未來的趨向也會中藥和西藥合併在一起，成為世界上好的藥物供人類分享。